尤克里里和吉他的区别是什么呢？首先从外观上看，吉他很大，通常见到的尺寸为39寸、40寸、41寸，尤克里里相对小一些，通常见到的尺寸为21寸、23寸、26寸。其次，从琴弦数量上来看，吉他是6根琴弦，尤克里里是4根琴弦，所以吉他比尤克里里在演奏性上更加丰富。同样的，因为吉他比尤克里里多了2根弦，学起来也会相对难一些。再者，从琴弦材质上来看，吉他使用的是金属琴弦，而尤克里里使用的是尼龙琴弦。最后，从演奏技法和音域上来看，吉他演奏技法更加丰富多彩，弹奏时情感的表现非常丰富，音域也更加宽广。而尤克里里相对而言，技法简单，音域集中在高音区，适合演奏清新活泼的音乐。